你知道吗？真正的鸡米花是不放面包糠的。今天教你做比肯德麦还要好吃的鸡米花。切好的鸡胸肉加生抽、料酒、盐、胡椒粉、辣椒面，抓匀腌制20分钟。准备炸鸡果粉，这个粉才是酥脆的秘诀。先裹一层炸鸡果粉，过一遍清水，再裹炸鸡果粉，抖出多余鳞片。六成油温下锅，小火炸至金黄酥脆即可捞出。